谢神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这是一个复活的早晨，我们要来经历神的恩典。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座位上起立，用一点时间预备我们的心，欢迎圣灵，欢迎荣耀的神，复活的主，今早晨更大能的降临充满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，是个利亚嘎巴，是个利亚嘎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是个利亚嘎巴巴，是个利亚嘎巴巴巴巴。寻找他所爱的神，他所爱的耶稣，可是他找不到。他正心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是谁？是谁把我的主给挪走了？”这时候，神的使者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？照经上所说的，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。”今天早晨，神的话也对我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？意思是我们不要再，那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盼望，寻找出路。可是耶稣他是复活的神，他是复活的神，在耶稣里面，他是那个没有盼望的成为有盼望。就像那天早晨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没有盼望，他只是想带着一些膏油去膏耶稣，去看耶稣。他带着失望的心要去看耶稣，可是却充满着盼望离开那里。今天早晨，也许有人带着失望来到神的家，你有你的问题，你有你的困难，这些日子你有很多的挣扎，你用了很多的方法，可是神说，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找活人？耶稣是你的盼望。今天早晨，当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在耶稣里面一切都有可能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是的。月亮星宿哭泣，黑暗吞噬真心，这世界的救主已逝去，他被钉十字架上，宝血为我留下，你我救主都在他肩上。吐出最后气息，天堂将他撇弃，深爱慈悲丢在离开时震动，石头已被挪走，他完全的爱战胜了一切，死亡毒钩何在？我复活的君王已将你完全打败，他被尊崇，直到直到永远，他已复活到永远，我主活着，永远活着。
去，直到永远，他已复活到永远。我主活着，永远活着。永远
Thank you.
永远得胜。今天早晨，耶稣向我们吹生命的气息，哈利路亚，叫我们这必死的人向着神再次活过来。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复活的主，复活的气息，今天早晨充满吹在我们的身上。哈利路亚，神的恩惠是为困苦人所预备的。哈利路亚，西亚拉玛哈巴西佩拉巴西。你是我神，如此靠近，就像我的气息。所造依托着我生命，你的柔美吸引我心，助我更深爱你。主向我吹气，亲爱生命，就充满我的生命。
唱不停，我这一生，我这一生有你同在，我心不再委屈。你的柔美吸引我心，触我更深爱你。主向我吹起，亲爱圣灵，就充满我的生命。你曾立荫蔽下，停留你同在意里，我渴慕的人是你。那旋律。我心一声歌唱不停，我这一生，我这一生有你同在，我心不再委屈。你的柔美吸引我心，触我更深吹起，亲爱生命，就充满我的生命。隐藏的阴蔽下，停留你同在里，我可不认识你。主向我吹起，生命就充满我的生命，隐藏的阴蔽下，停留你同在里，我渴慕认识你。让我们全心的献上我们的每一天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我要等候你，要等候你，在你的同在里，我等更新。生命中每一刻都要敬拜你，敬拜你。接近我心，我生命，我睡觉歌咏了不停，再次献上每一天，生命中每一天，我要等候你，要等候你，在你的同在里，我的歌声。我生命，我睡觉歌咏了不停。主向我吹起，亲爱生命，就充满我的生命。你在你的笔下停留你头，可不可
圣灵自己，神的自己，这个时刻他就在我们中间大步行走，神的自己要来服侍我们，就在这个时刻。哈利路亚，圣灵的触摸，圣灵的引导。
知。太呀啦萨塔罗可开呀啦萨罗，我想你想你想啦萨托卡托卡，托罗卡罗萨帕拉卡提泰泰提泰呀塞提，泰里呀塞泰泰泰塞泰来泰塞泰塞提。我们再次献上赞美，用我们的掌声，用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哈利路亚，耶稣的同在。哈利路亚，献上我们的赞美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荣耀的充满在我们中间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的恢复，谢谢耶稣的更新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是一个复活荣耀的早晨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 ，Amen， Amen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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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好，我们要来再来唱诗歌，尽情的敬拜，让我们来继续敬拜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借着奉献来把神当的人赞美敬拜归给他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尽情的敬拜。 Amen Amen。敬拜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为我们死又复活的主，主我们敬拜你，愿你名在全地何其美，配得大赞美。今早上我们把一切当得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。是今天早上我们也再次祷告，主求你悦纳我们所奉献的金钱，让我们继续不断传福音，报好消息给我们所爱的家人朋友们，让他们也认识你这位复活的主，让他们可以领受奇妙的救恩，像我们一样。主啊，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弟兄姐妹与每位同在，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你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阿们。请坐，弟兄姐妹请坐。